经过近两个月的施工，抚顺市雷锋纪念馆于3月1号面向游客试开馆，3月5号学雷锋纪念日正式开馆。展馆分为两层，一层采用高科技动态场景与艺术品插画等手段相结合，详实生动地再现雷锋的成长过程和新形势下雷锋精神的五方面内涵；二层权威地展示全国学雷锋活动的起源和发展脉络，以及全国学雷锋活动的成果等。